现在人家已经100岁了，路上能够活跃在我们天池公益，不管是做公益事或者是在公益做其他事，他都是在线。刚才我说的人老心不老，他就是一个典范。所以说我们要向他学习，向他靠拢，我们100岁还要在这儿跳，是吧？谢谢谢谢，像你们年轻多好啊，我太老了，对不起啊。先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，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啊。大家听到我讲话这个喉咙很不好，可是会长把我的节目报上去了，好难听哦。等一下请老师可以包涵啊，老师第一个唱感恩的心，我还是感谢大家，感谢会长，感谢各位的干事、总干事，人在这里服务，为我们，我们才有今天，才有这个社会，对不对？感恩的心，谢谢。好姑娘，天天的好姑娘。